行嘞。啊，请坐。啊，各位哈，较辛苦了，搁一点钟就会当食饭啊哈。啊，有啦，拄仔就是讲哦，咱这学员大家嘛会想代志哦。啊，到底哩民政府是有人承认啊，无人承认啦哈？这政治这物件哈，唔是乌白哈，唔是乌就是白，唔是安尼哈。伊真济机卡伫内底啦吼，啊，美国无可能哦，一声就讲，哎，我著该承认嘛吼，伊嘛要看你民政府是到底是安怎呢吼？啊，咱即马到第29届吼，啊，咱一届训练的人，上加你嘛40-50个人吼，到即马到1000外个啦吼，青统个。啊，咱申请这个身份证的，第一批1000个吼，啊，第二批吼，嘛甲送出去吼，可能得要落来吼。啊，所以即摆来讲，啊，你民政府的身份是安怎？拄拄啊，我来的时阵拄到咱的秘书长吼，林志成先生吼，伊讲要甲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讲什么好消息？伊讲吼。伊有接到这个美国迄、那个专人送来的这个叫做 travel document， 就是旅行证件的这个样本啊。啊，咱伫3月吼，咱有送出差不多30个人申请美国的这个旅行证件。什么叫做旅行证件呢？就是美国政府发给本土台湾人的证件。啊，这个旅行证件吼，你若有一本吼，会当去旅行去美国，会当旅行去世界各国，变作你的护照。吼，护照的意思，唔是讲你就是倒一国的人，啊，你就有一本护照。护照意思就是讲，你是一个旅行证件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第一批请的这30份的旅行证件吼，然后落来吼，哇，我想民主会发展会真紧，吼，等于你美国政府承认嘛咧，啊，无，啥物人要发旅行证件给你，啊，这旅行证件你有法度旅行去美国，啊，就是甲你承认嘛。啊，无是啥物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期待讲，即、這个旅行证件会紧落来。啊，咱即个过去较侪人来请台湾人的身份证，有身份证，咱会当去请美国的旅行证件。咱就无需要中华民国一本，吼、哦！中华民国啊，佮下卡一个台湾一本，吼、哦！我2年前旅行去克罗埃西亚，啊，但这个克罗埃西亚一个所在要飞等于迄个罗马吼，就过关咧，啊，过关来验护照咧，哇，啊，就验护照，伊护照看讲 Republic of China 咧，因这海关拢有一个表，世界各国的名拢有出来吼。伫遐对几波咧吼，都无 Republic of China， 无 ROC 啊，啊，这啥物外国吼，伫遐啥无啦？尾仔下骹看有一个台湾吼，啊咧对，有啊台湾有啦吼，但是台湾呢，毋是国家，台湾是叫做独立关税区吼，伊一个独立关税区，啊，所以伫世界内底有这个名叫做台湾。啊，所以有一本呢，伊较有入味。啊，所以你摕了旧的中华民国护照吼，你真可能就袂当入味，因为无这个国家，全世界都无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物件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拄拄啊，我无讲是讲吼，我是1991年啊，转来台湾吼，我伫海外差不多将近30冬吼。啊！1991，
迄当时我是摕水电的即个护照，我是水电人吼，有水电的护照吼。啊，我拼去到东京去请要倒来台湾的签证吼。啊，去摕请签证的时阵，伊甲问我，啊，你有飞机票无？我无咧。伊讲你去买机票吼，啊，你也着签证着要互我安尼吼。我啊买机票较简单吼，我来拼去买一个机票呢。啊，了伊着签证互我，甲转来水电即本护照内底吼。啊，当然我请的时阵吼，我水电护照是写英文的，英文名吼。啊，要请签证的即个表呢，来写中国名，中文就对了吼。啊，我无写，我是地主宅啦吼。我个地，我会改做地带吼，地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毋知我啥呢吼，我签证就转来安尼吼。好，我是足欢喜的，讲哇，会当转来台湾啦吼。啊，结果呢，拄着迄个日本拄啊过年吼，足闹热吼。啊，我大部分的时间拢伫欧洲吼，毋捌转来亚洲，好啊，感觉遐过年真闹热来吼。将我加佚佗一两工吼，啊，结果呢，伊消息传到啊，甲台湾啦吼，因为摕水电护照要去台湾观光的总是少啊，少数的人啊，啊，所以我飞机飞倒来桃园的时阵哦，哇，伊就咧等我咧吼，我就紧去叫因的主管啦，啊，主管就真落咧甲我讲，哎，郑先生安怎安怎，我奇怪，伊哪知我郑先生啊，伊讲哦，歹势吼。你这签证是行政疏忽啦吼，因做毋对啊错误吼，互我签证，我拜托咧，行政疏忽是恁兜的代志啊，吼，我即本护照是真的啊，毋是假的啊，啊你签证嘛真的签证啊，你都爱互我入来，我无要互我入来就对啊，伫桃园机场我甲等3、4点钟，啊尾啊呢，吼啊派4、5个少年的吼。穿个皮个夹克吼，好啊，将我甲扛起来就对啦吼。啊，扛起来嘞，好啊，直直走走，甲送入去飞机内底吼，佮原机飞转去东京啦吼。好，我迄阵就足受气个就对啦吼。我真无简单，30天无转来吼，啊，脚踏伫台湾个土地啊吼，啊，结果袂当入来，好，我足受气呢吼。啊，所以我来讲，我就下决心讲，安尼我要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吼。啊，所以这是1991年正月吼，啊，我家己的办法转来是6月吼，6月。啊，我6月安怎转来呢？我经过迄个桃园机场吼，啊，就入来吼。啊，结果我无护照，我是借别人的护照吼。啊！但同机上船机场入来，啊，佫顺顺的入来咧吼。因为即本护照即个人少啊吼，我来找足久的吼。伊的身悬啊，我差不多面型差不多年纪差不多的吼。啊，所以我就等遐入来吼。啊，入来了后呢，我就开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吼。啊，你要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吼？啊，我是讲，啊，咱一只出世的吼，啊，咱是遮的人，啊，转来家己的故乡无代志啊，那有啥物做吼？应该是无代志啊。结果呢，伊用啥物呢？伊用违反国安法偷渡入境吼，甲起诉咧。啊，结果呢，啊，甲判一年啦。我想讲，判假咧，普通在海外平等的遮黑名单的吼，拢是。判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吼，啊，钱拿来也无代志吼。敢若我判一年吼，判一年还关呢，结果甲你还关365天，一天都无减呢吼。啊，判一年等于甲判2年啦吼。迄当时就是讲，你刑期吼，若2年关一年就会当甲你放出来吼。啊，若判一年诶，你啊坐啊满一年就对啊，啊，所以等于啊判2年，啊，所以这判官也真了受咧吼，所以啊判2年，判一年啦吼。啊，结果我伫台湾呢，坐3个假期，
破一年坐三个家啊，开始甲掠伊呢，关伫台北土城，吼、哦，啊土城吼、哦，含一个台南的吼、哦、中刑犯吼，啊关做伙咧吼，啊我甲抗议咧，我讲你狱情是安怎办的呢？我这一年轻的吼，啊含个哎破十几年的关关做伙哪对？哎唔对啊！我讲你爱一个人，给我一间房间。伊讲袂使呢，我无遐侪房间吼。啊，第二就是讲你家一个关一间吼，啊，你若自杀吼，伊也真麻烦。我靠惨啊！我伫外国变那个台湾自杀，那无这道理啊！哦，你不管如何，你还找一间房间给我呢？吼，我伊就找一个，找伫倒呢？在高雄燕巢。伊讲高雄燕巢吼，有一间房间诶，你要去无咧吼？我想讲，关着失去自由吼，伫台北也好，伫高雄也好，拢相共啊。我讲好啊，我来高雄燕巢，啊，所以就甲徙高雄燕巢呢。一间房间个不只大间吼，普通时是关十几个人诶吼，爱着甲关大遐吼，啊，地板是歹歹烂烂啦，无小心搭咧吼，会落落迄种啦吼。啊，所以伫高雄燕巢吼，我甲听讲台湾有所谓即个外奸啦吼，外啊奸就对啦，伊奸甲无围墙，啊暗时无甲你锁门诶，迄款奸角啦吼。台湾有三间吼，一间伫台南县，一间伫花莲，啊搁一间毋知一倒吼，有拢总三间。我想讲啊来甲望清看卖吼。啊！迄、那个业主是讲，你这案件可能袂准啦。我不管啦吼，伊反正伊规定讲，你刑期若剩一冬吼，就会当请去迄个所在安尼。啊，所以我有甲请呢，结果阁有准呢吼。啊，所以陈高雄阁啊送去台南县的山上乡吼，叫做外衣间啦。外衣间偌好康的呢，周休二日吼。啊伊就拜六礼拜，互你放出去，吼，迄袂歹咧吼。啊，是拜六礼拜吼，恁的太太、恁的亲戚拢会使来甲你参观安尼吼，哦，袂歹安尼。啊，所以我伫外衣间就是，迄、那个工作调阁袂歹吼。普通个外衣间哦，你来做工，吼、哦，伊讲你毋免做工吼、哦，你的工课就是去画图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伫外阵就画油画吼，我等下开始画油画，啊，所以画到即马搁咧画吼。啊，所以我伫外阵乖乖吼，出狱的时阵我办一个画展安尼吼，所以就是即个经过啦吼。啊，即马吼，剩一个时间，咱来讲即、這个，讲即个正题啦吼。我即马就是讲，即、這个1920年代吼。甲即马吼，啊台湾人各个年代拢有一挂精英，啊为台湾咧拍拼吼。啊，1920年到即马，哇，将近要100年啊咧吼。即马是2012搁八年个就100年啊吼。啊，遮人拼啊咧吼，啊结果呢，咱台湾人个地位吼，国家定位拢啊搁无吼。啊，到底是安怎吼？啊，主要就是我看呢，就是讲咱台湾人对家己的这个国际地位认识无清楚吼，啊，所以到即马伫遐说拢袂出来吼。啊，即马甲这个林志兴甲何水源先生哦，较研究一套啊台湾人的地位，根据战争法。啊，佮根据美国的宪法，哦，较知影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安怎吼、哦？啊，即、這个1920年代以前呢，就是武力抗争，吼、哦，武力对抗日本的即个统治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较了解讲，无法动，吼、哦，用个人的力量。要对抗这个日本吼、哦，有组织的这个军队，无可能会赢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从1920年开始吼、哦，台湾人将这个抗争呢，
变做社会运动吼、哦。1920年有一个新民会吼、哦，伫即个日本东京成立，即个等于差不多台湾的东洋会吼、哦。伫1970年代，伫日本、伫美国拢有成立即个东洋会吼、哦。1921年呢，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。哦领导者呢，蒋渭水先生啦吼，林献堂先生吼，即台中雾峰人吼，即个文化协会第一届、第二届的开会呢，都、就是伫台中雾峰吼，伫林献堂先生因兜吼开的吼。1922年有一个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吼，领导者呢。就是林献堂先生吼，即、这个议会举行，这是日语啦吼，所以念起来较袂遐顺吼。迄当时就是要求呢，日本爱互台湾人参政权吼，会当参加日本的即个政治参选即个参议员咯。结果即个努力呢，经过十几年拢无成功吼，一直到1945年，太平洋战争就要结束啊！哈，伫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佮发一个诏书，哈，允准台湾人参加日本政治，哈，佮派一个台湾人来做这个参议员咯。其中林献堂先生就是三个人其中的一个，参加日本的贵总院的参议员，哈。经过遐久的努力，哈，1926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，哈，即就是伫屏东的即个所在，领导者就是甘杰调岗，哈，迄当时农民拢种甘蔗，甘蔗了呢，卖予会社，会社当然日本的会社啦，哈，去做糖，甲外销安尼，哈，因为即、这个种甘蔗呢，卖予会社呢，会社拢会甲你偷吼、哦，所以领导即个抗争运动吼、哦，1927，即、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呢分裂吼、哦，有分做即个左派、右派吼、哦，到尾分裂一挂台湾人去组织民众党吼、哦，这就是台湾的即个第一个政党吼。哦毋是民进党，是台湾民众党吼，台湾人第一个政党吼。1928年呢，共产党呢伫上海成立吼。1930年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，成立，着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安尼吼。即以上即个社会运动呢，就是讲要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，吼、哦，并不是要建立台湾，吼、哦、一个国家呢，吼、哦。因为迄当时台湾就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台湾人是日本籍的，吼、哦。伫这个运动中呢，真济呢，即优秀的台湾人呢，拢予日本政府呢，判刑坐牢，吼、哦。但是迄当时的坐牢拢判到十几工啦。吼、哦，毋是国民党来拢10年、20年，毋是，伊拢判予你坐10日，吼、哦，上加一个月，吼、哦，都放出来即款刑啦，吼、哦。遮真济吼，即、这个赖河医生吼，彰化人，吼、哦，咱知影赖河医生即摆是甲尊称做台湾文学之父，吼、哦，伊到文学吼，伊写小说。一方面做医生看病人吼，一方面写小说吼，写真侪小说安尼。伊真有领导啦吼，伊当时看病吼，真侪较善者吼，迄个年代吼，若无讲病甲足吃力嘞吼，袂去找医生啦，因为无钱啊，毋敢找医生啊，找医生就是讲。较食力嘞吼，结果呢，病看看的，无钱通纳啊，就是写单吼，写单安尼吼，有一天呢，要过年吼，赖河医生吼，
哇，吉他这小单吼，伊就想讲哇，啊这小单啦来收收咧吼，应该足好过年诶吼。哦，爱想一暝咧吼，想讲搭要去收，还是毋去收吼？啊，要收咧，用这啊善食人甲收，伊嘛歹过年咧吼。遮济人歹过年，不如一个人歹过年吼。啊，所以隔工咧，伊将这小单粿烧掉吼，啊，就无去收就对啦吼。所以真有领导一个医生吼，结果偌好医生吼。啊，我真早过身了哈，过身的时候才50多岁安尼啊吼，但是伊出葬的时阵吼，他要彰化人吼，拢安尼排伫路咧吼，甲送安尼吼，啊是真受到迄个彰化人的尊敬咧吼。啊，即、这个1930年吼，有一个大雄殿啦吼。啊，因为我是学即个文化艺术的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台湾展就是讲，主要呢是台湾即个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吼。较早即个画家、油画家吼，因的作品啊送去东京，啊受即个日本的即个评审委员的审查吼，啊通过，啊较会有法度得奖吼，啊即、这个台湾人呢。因为讲，咱的作品免送去东京，咱台湾嘛当家己心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就表示台湾人的意识呢，伫这所在表现出来吼、哦。啊，这早期的这画家哦，伫迄个年代，不只有成就啦吼。即、哦、马大家爱记吼、哦，像廖继春、李兆桥、颜水龙吼、李梅秋、杨三郎、陈廷宝这人。大画家呢，伫迄个年代，大画家到即马吼，因的画伫国际市场啊拍卖，你毋要看讲遐呢，拢上亿个呢，吼、哦，一百多拢上亿个呢，所以真无简单哦。因遮的人的成就吼，伫迄个年代，都相当吼、哦、了不起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陈廷宝家己人吼。哦啊！伫即个28的时阵，1947年呢，互国民党掠去家己车头枪杀吼，所以嘛真少年就枪杀掉啊吼。哎，对对对，遐有在展览，对对对。哦，安尼啊。哦，你别，对对对，哎，有，哎，对对对。对对，有地点有入去，哎，对对对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创作协会伊有 email 给我啦吼、哦，啊，有咧讲这陈廷宝的展览吼，啊，但是伊对陈廷宝吼，诶，即个要哪讲，伊生平啦吼、哦，第一个写讲安那咧，1895年吼、哦，陈廷宝先生。伫台湾省嘉义市出世，啊，我也抗议。我讲1895年，就是马关条约，还是下关条约吼、哦？清朝将台湾割予日本迄个年代吼，哪、哦、有台湾省嘉义市？无啊！迄当时哪有台湾省？迄当时台湾是属福建迄边管的啊，无台湾省啦，吼、哦。哦，我写即个批个抗议，讲啊，恁拢无用功安尼吼，啊，历史也无要去认捌吼，啊，无用功，啊，对历史无了解，啊，所以恁无够专业吼，我就安尼甲讲啊。无，啊，伊嘛是清朝出身的啊，因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统治啊，伊是日本人啊，含清朝一点仔关系嘛无啊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即个国民党的教育哦，就是要将迄个年代要含中国连接，要结做伙，啊，就是讲咱拢是中国人，要安尼牵落去，
所以咱对家己历史爱真清楚，莫拖咧戆戆说安尼，1941年，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去轰炸珍珠港，美国向日本宣战，这个战争法就是讲，你国家甲国家的战争，一定要有宣战，我要战争啊！战争了后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和平条约签落了，这战争才算结束。所以日本甲美国的战争呢，都、就是伫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落，这个太平洋战争才算结束。1941年呢，真侪台湾人拄拄好讲啊，迄当时台湾人拢去日本留学，家庭经济较好诶，日本留学，留学了呢，就走去中国花博，因为遐呢，日本成立一个满洲国，所以有足侪机会，真侪台湾人拢去啊，差不多3、4千个医生，台湾医生去到遐，但是呢，因去到中国了呢，毋敢讲因是台湾人，因拢讲因是白籍啊，表示讲是台湾的吼，这无法度去日本留学的，变安怎？战争啊，所以真侪互调去做军夫，调去做兵的南苗作战，结果大部分拢战死伫南苗，几啊万人，台湾人无倒来，无法度倒来，死伫迄款所在。1945年，因为两粒原子弹，弹落去日本，所以日本讲安尼，伊战败啊，无法度阁继续啊，即个台湾人去中国的，就讲哇，咱就是中国人啊，咱遮尔啊，所以祖国派伊就要倒来接收台湾安尼。结果呢，经过2年了后，较知影讲，中国人诶厉害，开始杀遮台湾人哦。所以228事件2年后发生，根据即个 George Kerr 即个美国人，会写即本册，就讲大概2万人左右，叫清算，真侪人讲毋领啦，比这个较济，所以事实无人知影，到底偌济人哦。因为迄当时拄啊战后，即个户籍啥物拢足乱的，即个国民党兵啊来嘛，乌白扫射，所以确实的人数我都了解，即个太无死人啦，来走路啊，无来灭啊，像即个台湾共产党，即个蒋雪红、杨克行，即台中人，蒋雪红是一个女性，真无简单诶，台湾女性，伊出世诶时阵是一个养女，咱知影迄年代查某诶，拢无要读册，何况是一个养女，抑较无读册啊，所以伊就根据伊家己自首，去到台湾共产党内底爬去咧，甲一个领导者，送伊莫斯科大学去读册安尼，真无简单啦，结果228的时阵，国民党要甲掠，伊要安怎？伊来走啊，要安怎走呢？伊真巧，伊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，所以走咱左营去，伊当时的左营就是国民党的海军伫左营，伊就去左营坐中国的战舰，国民党的战舰，去中国，安尼走出去，咱知影廖翁个云林人，云林廖家，即望族大族，即个廖家无简单，即廖家呢出六个美国个博士，真无简单哦。廖翁个本身几个博士，伊走去日本，鼓吹台湾独立，运动，结果国民党要来掠，人伫日本啊，你要安个掠？国民党哇，伊后步足济吼，
伊掠伊袂着，我掠伊兄弟仔，掠因孙仔吼，掠因兄嫂，啊，将因了家的财产吼，总没收吼，啊，就开始恐吓廖梦月。我诶，啊，你若无要转来吼，恁这兄弟仔吼，判死刑，啊，财产总没收，吼。诶，各位，你来想看卖，咱若是廖梦月啦吼。你要怎麼决定？那是要继续为台湾打拼，还是要回去救这些人？所以就来问的嘛，哇，天人交战吼，结果想想的嘛是要回来啊。啊，所以国民党掠回来吼，有啦，你啊兄弟啊吼，死刑变无期，无期变关几年安尼吼，放出来安尼，啊，一部分财产刑因吼，啊，掠问的呢？互去派去石门水库去顾这個水库吼，啊，所以无偌久伊嘛真郁卒吼，就过身啊吼。所以，遮真优秀的台湾人啊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苏明嘛是，到几月以上啊，即马还佫独立新庄吼，台北新庄啊，继续咧做台湾独立运动，哇，真无简单嘞，十几岁啊，即到十几岁，即马也是关啊啦吼。身体也无讲足好啊吼，啊伊二礼拜的时阵，国民党要甲掠啊，伊嘛爱走啊，啊伊安怎走呢？迄当时呢，屏东咱知影吼，哇，出产金蕉，啊烧日本，哦，啊日本要对呢，伊装船了，鸡笼港装船吼，啊所以鸡笼港较早的金蕉拢用迄竹笼啊吼，一笼一笼吼。啊，来用人啊，举起来啊！啊，苏明就去加做捆工吼，哇，衫脱起来，脱袜脱安尼吼，啊，就将迄金蕉安尼海去脚只片，啊，就攀去啊船顶吼，啊，去到船顶呢，伊就秘到船内底吼，啊，船就驶到日本，伊就跳船啊，吼，啊，跳船了，去警察抓到咧，日本警察抓到，准备要送倒来台湾啦，啊，结果呢？国民党咧发一条公文，讲要通缉苏明安尼吼，啊，结果日本政府接到这条通缉令吼，伊讲啊，这就是这个政治犯啊，国民党要甲抓，袂使甲送倒去啊，甲送到阮死个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通缉令都救着苏明吼，因为这条批吼，伊怎会当躲到日本吼，哎，啊，拄仔有讲哦，一九四九。啊！共产党打赢国民党吼，啊，国民党走路啊，爱着流亡来台湾，啊，所以国民党的这个中华民国呢，有两层的性格吼、啊。第一就是占领，1945年呢，啊，马克思的第一号命令呢，就命令蒋介石将军，伊个叫做 Generalissimo 蒋介石。伊毋是叫中华民国来占领嘞，伊叫即个蒋介石将军吼啊来代理民军占领台湾，接受日本兵的投降，是因为安尼伊才有可能来台湾啦。啊，所以1945年伊是占领的身份吼，啊1949呢，伊是流亡的身份吼，共产党要掠伊，就逃亡来台湾。啊，所以有两定性格吼、啊。啊，经过一年了，伫这个1950吼，吼、哦，伊要复兴苏轼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中华民国伫台湾阁挖起来吼、啊，啊，就是陈家来，啊，挖起来了后呢，哇，开始白色恐怖，一些统治吼，掠、啊、人、杀人阁较厉害吼、啊，啊，台湾人就是。从那开始吼，大家惊，啊，就对政治无要插嘛吼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1952呢，旧金山合约吼 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吼、啊、生效啊，啊，这个日本呢，将台湾甲澎湖呢，将伊这个管理放弃，吼、啊，啊，咱知1895年这马关条约啊。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，伊内底安那写呢？清朝将
台湾甲澎湖的所有，伊叫做 full sovereignty 哦，就是全部的这主权让渡予日本。哦，啊，旧金山合约呢，伊无讲主权让放弃，伊是讲伊将所有一切权利，对主权的权利，伊放弃哦，所以日本并无放弃台湾的主权。放弃伊个管理尔吼，啊，所以即只咱知影吼，那各位可能拢有不动产的吼，啊，比如讲你有一栋厝，吼，啊，不动产一栋厝是登记你的名吼，啊，但是被占去，啊，占去这人阁真歹吼，伫内底乌白来吞吼，啊，阁无要搬走呢。啊！你起码歹啊！我啊无啊，即栋厝我无啊，我放弃啊！吼、哦，你无啊，你人就走啊咧吼！诶、哦欸，但是即栋厝的所有权还阁是迄个人的哦，毋是占的人的哦，因为你所有权无迄个登记啊，登记无换，嘛是永远还阁伊的名，吼、哦，即讲意思啦吼、哦。所以主权啊，甲即个不动产的所有权哦。有性质有小可共吼，啊，五矿六矿年代吼，啊，就是真济，因为二二八事件，真济台湾人哇，拢走去留学吼，啊，所以伫世界各国成立一个台湾独立运动吼，啊，美国有一个啊，伫费城吼有一个独立运动，啊，五七年吼，啊，台湾开始选一个。省议会吼，啊有所谓的五虎将，这咱拢知影啦吼。啊，1964年吼，啊，彭明敏先生呢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这咱捌听到吼。啊，伊当时就是反攻大陆吼，反攻大陆去的年代吼。啊，伊这自救宣言写讲反攻无望吼。哇，迄当时你讲反攻无望，啊，这抬头侪啊！一定是你的哈，啊，所以彭明敏先生甲因两个学生总掠啦吼，啊，但是彭明敏先生伊是国际上真有名的学者吼，所以国民党无啥敢甲判刑，所以甲软禁，啊，软禁伫因兜吼，啊，软禁伫因兜，经过一段时间吼，好啊五六年啊，伊感觉讲伊生命吼会受到威胁。伊爱走，伊要安怎走？24小时拢人家固定咧啊！伊要安怎走？伊嘛想出一步，啊，读啊真好，伊就开始，逐日拢徛伫客厅的窗啊吼，啊，互咧监视的人看，啊，就开始流喙酒、流头毛咧吼。我久来就喝喙酒啊咧，喝喙酒足济啊，头毛足长的吼。啊，有一天暗时呢，一个美国的宣教师。叫做 Thornbury 哈、哦，来个拜访，啊，这 Thornbury 就是福州哈，伊、哦、人也福州安尼，啊，来个拜访呢，啊，结果拜访了呢，啊，伊无转去啊哈、哦，结果转去迄个是彭明敏先生啦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传教士这个福州的老弟因兜哈，啊，隔天光呢，这个传教士就徛在窗仔呀哈，啊，就监视人看。啊，伊都还搁伫遐呢吼，啊，无问题来就吼，结果伊人背伊个水电啊，啊，暂时的报告消息照写啦吼，哦，无是无你还搁伫遐安怎吼，伊就是安尼走出去吼。啊，1970年代吼，即、這个世界台湾独立人民成立嘛，啊，即马即个人即马拢转来吼，蔡东营、张灿龙吼。啊，罗文雄是做这部的，即个人伫台中吼，啊，陈亮是伫台北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我是当时是秘书长啦吼，哦，啊，七孔伊走去，哦，平民先生走去水电吼，啊，市长事件，啊，1970年吼，啊，蒋介石界的代表吼，互驱出联合国，这点咱爱真清楚吼，并毋是中华民国。讲驱出联合国，无呢？伊联合国的国语文写甲真清楚，就是讲蒋介石甲伊的代表
浮出联合国。中华民国的联合国的会长游完，还佫留伫联合国，但是伊的名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即马真侪台湾人讲，哇，要佫转去联合国哦，伊袂当，袂当用中华民国，因为中华民国都已经有迄、那个有籍伫遐，你袂当用中华民国转去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即点咱来清楚是。伊将中华世界诶代表给踢出去，吼、哦！啊，1975年啊，蒋介石死亡，吼、哦！啊，77啊，甲78，即蒋经国呢开始独裁统治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79年，吼、哦，咱知影美丽岛事件发生，啊，即、这个美国甲台湾断交，啊，断交了后呢，美国诶国会呢？通过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，这是美国的国内法。是安尼，美国家己一个国家有法度通过一个法案，啊，来和台湾发生关系，就是讲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，啊，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吼，伊才有可能一个《台湾关系法》来通过吼。啊，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呢，你讲。就1979年正月初一以后的中华民国呢，伊个叫做台湾统治当局，无中华民国这个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，叫做统治当局，哦，伊毋是中华民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证明呢，啊，台湾并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啊，1986咱知影吼。哦啊，民进党成立吼，啊，87年这个戒严呢戒毒啊吼，啊，咱知影戒毒戒严了，哇，真侪台湾人拢跳来选举啊，因为无危险嘛吼，啊，大家拢拼来选举吼，因为选举你有条无条拢空啊，你无条嘛一票30块啊，嘛袂歹啊吼，啊，89年吼，郑南榕先生自焚吼。啊，90年哈，拄拄啊有退过，就是即海外黑名单啊，即个人哦，大家拢转来哈、哦。啊，转来了呢，哇，大家拢跳来选举哈。柯点财、王云南、李应元、陈东山等等啦哈，大家拢选举落去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变作过去伫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，主要要拍倒中华民国呢，结果即摆转来台湾。电到拥抱中华民国哈，无要甲拍倒啊哈！即摆煞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即讲安尼唔对哦，安尼是真危险哈！假使中华民国若是台湾的时阵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使接受台湾，因为国家是延续落来哈，啊政府有改变，但国家无改变。啊、所以你中华民国若顶有台湾，啊，台湾就是阿强阿个啊，所以袂使安尼讲吼。啊，1990，吼、啊，李登辉变作中华民国个总统。吼、啊，啊，91有一个100行动联名啦，等等即个物件吼。啊，2000年吼、哦，咱拢知影啊，变啊选调啊，啊，咱选个调。拄拄啊是三骹拄啦，你若毋是三骹拄吼，台湾人无可能选会赢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买票白个买调去啊，哪有可能选赢？吼、哦，啊你因为三骹拄啊，啊所以啊变调伊嘛讲，伊哪会调伊嘛家己毋知影咧吼，啊伊嘛想讲要正名运动吼、哦，改一个名，啊台湾就变作一个国家吼、哦，啊结果毋是国家毋是安尼来吼。哦啊，结果唔了讲，即个无法度正名吼，啊，变啊去拍了乌龙吼，即马去关伫内底吼，啊，即马破病要就医啊，伊嘛无要甲准嘞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2006年吼、啊，咱知影吼，即、啊这个林志升先生顶吼、啊，去控告美国政府，台湾人去控告美国政府啊，啊，你哪有法度？一个外国人去控告美国政府，
毋是，着台湾是美国管辖的，所以你有法度告美国政府啊，吼。诶，啊，你讲要告一个美国政府吼，你无相当的即个把握吼，你敢敢去告告一个政府？吼，啊，你要去告一个政府，你来请美国律师呢，吼。啊，美国律师是摕美金的呢，算点钟的呢。诶，你无相当把握，你敢吗？你毋敢呢？啊，所以就表示讲，伊即个论述吼、哦、有相当的把握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即个美国论述就是讲，根据即个美国的宪法啦，伊是讲台湾是美国海外一个未合并落去美国领土的一块土地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块土地的顶端的本土台湾人。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美国呢，起码呢，应该予本土台湾人旅行证件，吼、哦，会当四国去旅行，这是宪法的保障内底上基本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即马咧请这旅行证件，就根据这论述来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论述就是讲，这个 Richard Hutzel 吼、哦。即、这个台湾竞赛吼，何瑞妍、林志祥先生等等吼，确实因即个论述呢，是1945年以来对台湾地位吼上正确的一个论述吼。啊，即、这个论述佫经过美国法院的即个验证，的即个辩论吼。啊，所以即个论述是徛啊真在啦吼。各位若有机会去网站吼。看伊即个法院的即个辩论，的即安那辩吼，都足清楚啊。从台湾的地位安那来哦，讲啊足清楚安尼。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个美国2009年，经过3年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文落来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、判决文当然真长啦吼、哦。啊，我是简单吼。哦提出的这个重点嘛吼，伊这重点就是咧讲，过去60几年来吼，啊台湾的人吼，生活伫这个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吼、啊，这政府咱无个承认嘛，吼、啊、是违法的啊，无合法的啊吼，啊个台湾呢，伫国际社会中呢。无一个确定的地位，到底咱伫国际上是啥物？咱是中华台北，啊是啥物办事处，啊啥物物件拢毋知影啊吼。所以，伊甲咱讲啊遮清楚吼，伫国际上啊甲政府拢安尼吼。但是呢，法院是咧讲，啊啥物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？伊讲即个认定啊。是政治问题，毋是司法问题，吼、哦。那有法度认定讲，啥物人对台湾会当行使主权，法院呢，就根据这认定，伊就当甲咱判。啊，所以伊讲这是政治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将这个案件呢，就搁置啊，吼、哦，并毋是甲你驳回啦，就是甲你讲，这案件到这吼，啊，互你这个判决文安尼吼。啊，所以。真无简单，即、这个官司呢，讲起来是赢的官司吼，啊，佮知影咱的地位就是安怎呢吼、啊。啊，所以美国一直咧讲，但2004年开始吼，直直讲啊，台湾毋是国家吼，啊，台湾无享有国家的主权，吼、啊。即讲真侪，2002年也讲吼，啊，2007年也讲吼。啊啊，所以今年啊，今年初嘛，即、这个伫台湾啊，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堪萨斯迄个代表处啊，迄、那个处长予即个 FBI 掠去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请一个外劳，啊，结果是欺负即个外劳，将即个外劳的即个护照啊，甲扣起来，啊，薪水呢？啊，无照顾人，甚至搁人扣足济起来吼，啊，所以联邦政府是怎啊个掠起来吼，啊，就讲啊，我你台湾吼，
并毋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毋是外交人员吼，啊，所以照个你啊，啊照个判呢吼。啊，所以即马讲啊，遮吼，就知影真清楚吼，啊，台湾的即个主权即马伫双个手内啦吼。啊，即马最近林志升先生的讲法就是讲，旧金山合约。日本是放弃这个主权的一切管理，并无放弃主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的主权呢，犹原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内，吼、哦。这是台湾的主权。啊，美国呢，因为是战争内底主要美国打日本的，所以美国是日本的征服者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，啊，所以台湾问题变作这么复杂，就是讲管辖权伫美国的手内，啊，台湾的主权伫日本的手内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台湾问题要来讨呢，即马来靠咱家己，咱袂得讲话你美国你安怎吼，咱家己的力量啊慢慢壮大起来吼。啊，到目前为止吼，咱个第29期吼，已经训练千几个人了。你看这个人数啦，我都大概几啊万人的时阵吼，这个气势就起来，就会赢吼。啊，拄我有讲啦吼，美国呐，伊这旅行证件发落来，哦，这就不得了，这是承认民政府的一个证据啊。这个真清楚啊，吼！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来继续爱努力，啊，继续甲咱厝边隔壁亲戚朋友，啊，咱的后生查某囝、新妇的拢爱讲，吼、哦，咱袂当对咱的后生查某囝吼，拢讲北京话啊，啊，咱的孙仔拢甲讲北京话啊，唔对啦，咱都还咪讲咱的台湾话，咱的阿嬷的话，足好听的。哦，咱来继续讲这话，唔好还咪讲遐阿山话哦，听拢无的吼，唔讲迄款话吼、哦。我想我留一个五分钟吼、哦，啊，各位若有啥问题吼、哦，要提出来分享的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时间会使大家来交换一下，交流一下吼，头、哦、五分钟的时间啦，安尼好唔？你无问题，拢好啦，吼、哦。好、哦。啊，伊主要是台中的将军路的这个路位大厅，那是廖伊才甲我讲的啦。廖伊才甲我讲啊，伊讲吼，遐有一个地区哦，国民党政府迄阵啊。足侪拢去吞着着啦，硬拗去个啦。哎，对。啊，拗去了，无倒就是去当伊原始地就是番仔寮，吼、哎，台中我做番仔寮。啊，尾仔了，当伊分期了，再佫转换去买你迄个会中路遐去。吼、哎，啊，了即个地会中路即个尾后处理，啊，就进前遐地完全拢袂啊。啊，迄我就是了，阮老母了讲我都知影，无嘛唔知影。啊，你我较早我爸讲，爱物件拢伊要爱就对啦。哎，对。啊，伊啊，若讲咱民政起来是毋是讲？只要若有迄个存在、那個，迄个所宽增，是毋是会当甲会当甲讨啊？即拢爱留起来，遐住遐住咧爱留起来，嘿，因为即毋是讲干那恁吼，足济较，嘿，迄阵有够济啦。因为即走路的即国民党即中国人来吼，人咧讲两脚夹一个人拍来，无物件，啊那变只好个，伊就是拢。伊看这个有钱吼、哦，啊，就去报，报讲这个是飞碟，啊，是讲因家人啥物人飞碟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抓起来，啊，抓起来了，就甲判刑，啊，将个财产没收，这足济啊。伊哪敢讲呢？哎、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我知影，哎、嗯。
郑老师，我请教，即马美国的法拍，遐成员伫小英酸塑料，吼，啊，包括台独联盟、五角同，伊归往了，啊，即马因的动向，因的惊向是惊去倒位去，我请教你。即马即个吼，当然是真不幸啦吼，台湾人认为拢家己的即个论述较正确，吼，拢会想讲，我爱较正确啊。啊，别人诶拢无正确啊，吼！啊，所以伊嘛是继续吼，认为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诶国家，吼！啊，这个国家诶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吼，嘛是啊个安尼讲，啊安尼讲啊，台湾稳死诶，台湾稳死诶，因为吼，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诶啊，吼！啊你。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啊，所以顶有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这个讲法是真危险吼。啊，因那个无法度来了解讲，哎，民政府这个论述是安怎吼？除非吼，看是后个月当时这个录音证件落来，哎，进行就是证明讲。美国政府承认因对台湾管辖权，哦，这个论述是正确的，因的论述是错误的，哈、哦。安尼来了，我想吼、哦，民政府这个运动这边吼、哦、会变作两边啦，会足紧的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希望是讲这个录音证件会当紧落来，哈、哦。啊，各位若无请身份证的，啊紧落去请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若无这个身份证，你无得请这个啊旅游证件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。啊，什么叫做本土台湾人呢？就是1945年，伫台湾这台湾人，伫台湾的户政内底有户籍的，啊，甲伊的后代，就是台湾人，就是、本土台湾人。1949年，当中国。流亡来台湾这人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这要分清楚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讲，所谓本土台湾人，就是安尼来的。来，老师好哈，各位咱迄个先进甲咱这29级的学员，大家好哈。啊，我是安尼啦，有两项看法啊，甲大家来勉励一下。啊，即摆是讲要建议老师吼、哦，讲穿个地布啊，遐吼，即摆一边英语嘛，啊一边无嘛。我是讲咱以咱的迄个来做吼、哦，嘛免讲拍啥物迄落，你着拍咱台湾民政府。吼、哦，啊这帽仔有人要买转来挂，啊甲这个旗啊，吼、哦，啊就是讲鼓励咱这个党员吼，大家即摆伫遮迄个。大家摕只机仔当来擦，效果较好。吼、哦，还佫一项，我要建议讲，迄个，即个中国政府来时，迄当阵穿迄个破衫裤吼，啊穿草鞋、平当顶，即个纪录片唔知有当摕无？我有看过。吼、哦，较早咱若囡仔咧读册，拢教咱讲，衫裤吼新三年，啊旧三年，薄薄破破佫穿三年。咱大家唔知要有印象无？吼、哦！啊，我就是讲无甲摕遮个片啊。哦，咱国祥镇咱即马啊，拢迄、那个有安尼咧落量吼。啊，咱遮老板咧有当时会走去迄个庄脚迄个有卡拉 OK 遐啊，啊嘛有遐好放啊。
用用无唱歌就放片仔，我是讲安尼无啊，佮摕片仔来放，啊，互大家知影讲会佫较迄落，啊，咱的推动也会佫较紧。哦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这两点建议真好啦吼、哦，我会甲这个秘书长吼、哦，会甲讲吼。啊，这个片是有，我伫网络拢有看过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可能有一挂人对电脑较无熟的吼、哦，可能都看较袂到啦吼、哦。啊，这边哪去掠来？我想是有啦，这纪录片还佫有嘞吼。哦诶，是咱去找只纪录片，啊，变啊 copy 这物件，我都唔知影吼。安尼，咱的时间已经超过五分钟哦。啊，大家巴肚也咧枵啊吼，啊，食些暗饭咧安尼吼。啊，今日咱伫遮吼，啊，来结束安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今日，今日，哦，楼卡食暗顿。哎、啊。